非常了解。四年前国民党甲咱讲，他们准备好了。啊，不过当咱的问题，咱的农民民不聊生的时阵，咱要找伊，他居然叫我们早点说。我们要请教马总统，你不是准备好了吗？为什么你不早知道呢？为什么要农民早点说呢？应该早知道的是你，不是叫农民早点说。所以国民党无要顾农民，咱台湾人民，咱来顾咱的农民。吃碰柑救台湾，吃碰柑救农民。感谢各位，谢谢。好，来，我们也请罗志正夫人哈，来简单三四秒。哎，各位在场的朋友大家好，我是陈亮颖，啊嘛是这届板桥东区立委候选人罗志正的太太。啊，今天也很欢喜有这个机会来参加，今天的碰柑义卖的活动。啊，大家都知道台湾的水果是上好吃哈，所以我想今天请大家能够付出行动，给点一包碰柑的，啊，大家用行动来支持咱台湾上好的农产品，谢谢。来，佑明，哎，来，我们在座所有的好朋友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好。我想台湾选举史上哈第一次哈在竞选总部卖水果，那我们在这里哈呼吁我们的对手，我们的国民党，他们最喜欢做山寨版的，那我们呼吁我们对手，我们的国民党，他们很喜欢跟随哈抄袭民进党的东西，所以我们在这里呼吁我们的国民党，我们的对手共同来跟进民进党，来关心我们农业，关心我的农民。好，谢谢大家现在在现场所看到的啊。我们今天很牛伯街，一共只有10000棵，这一袋里面呢，装着满满的10棵，一袋50块，一袋50块。我们的碰柑真正有水的哈，来，我们演员兄来到现场来，来演员兄来，赶紧记得一个来。这演员哈，这婚礼的副馆长哦，啊，即摆要做本科立法委员，这今天若无来甲斗买几袋啊，啊，对不起咱婚礼的佣金，咱来那个拍拍欢迎演员一下来。感谢，多谢咱曾水红主任委员，咱的发言人吼，最近伊其实伊是啦，伊是咧卖猪啊，卖几啊万只，大家拢知农业首都，咱花莲县政府的农业处的处长吼，李正章李处长，搁甲拍一个拍一个吼，我来处长来，上高行销的这个农业处的处长吼，今仔日对卖猪啊。我来卖这个碰柑，这对咱的水乡遐来讲，含咱这立法委员，我熟者啊吼，像我熟立委也是北港的查某囝，伊妈妈是北港人吼，咱的罗志正夫人吼，佮咱的佑明兄哦，咱的青商会在会使讲老干部了吼，这应该啊，大家要来倒卖这个碰柑，拢是应该是驾轻就熟了吼。因为最近咱只立法委员每一个立委的服务处嘛，拢有在卖迄个小猪嘛吼，你拜托大家在饲小猪就对了吼。所以水乡也拄只都安尼甲我调整啦。我唔着先买几包啊，上好嘛先买一个10包，对不对吼？先买一个10包吼。有咱的志工，有咱的今仔日吼志工吼。因为咱竞选总部拜六礼拜下晡是4点到6点，吼，拢有表演节目，吼，拢有艺文的表演节目。咱请求咧外国即个街头艺术家来咱的即个竞选总部即个所在来表演。再用啊，咱就使一方面听音乐，一方面欣赏，一方面搁食碰柑。安尼水乡安尼会使无？安尼会使，安尼好记无？安尼有先训练来，因为水乡也嘛是屏东的囡仔，你也看耶，你也看在讲细汉我是做事人的主题啦。会使讲咱这吼，蔬草、野肥、喷药啊，甚至最后挂掉啊，这款的粗工做事人的工课咱拢做过。所以希望咱蔡英文主席会提出农业的津贴，爱1000块，因为有了解就做事人的艰苦。再讲咱的下一站台湾 next， 下一站是公平正义，都要有弱势者和劳工和农民，拢有法得到公平的这个照顾。所以昨日嘛是大庭劳工来这个所在呢，劳工昨日劳工来这个所在，陈情是比咱家的人即摆更加侪。所以我伫这个所在，我算讲抛砖引玉，抛砖引玉吼，碰柑人讲是大吉大利。我想听一下，我想看，我得看，我得。
大力啦，所以啊，水龙呀，啊十全十美，所以每只碰钢大吉大利，每只包十全十美，安尼好唔好？好，安尼感谢大家，好，谢谢谢谢。我来，啊，我讲我得一万粒，我这一万粒卖刷单五万块尔嘞哈，我来应援甲我斗卖吼，我伫遮拢总爱卖六千单，我两个只徛爱卖六十，爱卖二十单啦吼，啊，我拖着即届三亿外吼，啊，即个顺势甲卖转来啦吼，啊，所以拜托。到咱现场，咱这个啊乡亲时代，等一下呢，大家吼、哦、做单路啦、盘手啦吼，等下要等伊将价格加到五十块尔，到捧场一下好无？好来，啊咱这个啊，咱的处长又来嘛吼，处长简单的来，来再跟行销一下呢，马英九王娇的是无啥会倒呢，你知不知？啊要王娇马英九的，要在白感冒无好病呢，来你来行销一下来嘿。啊，各位，咱这乡亲兄弟吼，吕正昌台大这个研究所出业，伊本来在爱买啊做总经理，啊伊嘛去全世界吼，包括咱苏定馆长，行销去新加坡、去东京、去首尔，所有世界每年的这个国际啊食品展，伊拢设计吼，陪同着馆长去啊去啊啊去啊行销博览馆，而且农产品。除了这个蔬果类以外，畜产类啊，那你江基青我即马看到吼，江基青是咱啊，这个板桥社的富人社社长吼，伊呢都是透过伊啊李处长啦，甲咱富人关的叫做啊叫做啊一个什么快乐猪，嘿啊底下呢足清气，啊拢听音乐大汉的，这快乐猪即马行销专台湾所谓摩斯汉堡内底底吧，拢是快乐猪的猪肉，啊这是李处长含江基。两个人共同创造替农民赚足钱，我来拍一个，好嘛？来，甲拍一个，拍一个。我要来看咱这个处长行销，这个婚礼的捧杆有像我曾水荣咧卖猪啊，搞卖无来。好，别浪费。好啦，你就简单一个嘛。来，进来哦。我想哦，捧杆上好食的是婚礼锅盔啦。那婚礼锅盔。我想产地直送，24小时直送到店哦。但是到哪里的店？到竞选总部的店哦。那全台湾第一嘞，第一个在竞总卖水果的是咱哦。那我想农民来客人家己讲，啊，大家来买碰柑，一袋五十块尔，要买要快哦，进来进买哦。好来，啊，咱的水果牛啊，一袋五十块，甲捧出来。啊，有人买买无？一袋五十哦，一袋五十。五十块，非常便宜哦。来，产地直送的哦。五十。啊，买三斤呐！我买两袋啊！你买两袋哦，来，我来捧场一个，哦，感谢哦！啊你，阿妈得爱客气一个呢，我来，感谢哦！哦，啊你200块摕到两袋，你安摕到4袋啊？这个只啊买10包，买10包，泡泡姐们，好来，泡泡姐来，这拢易买的啦，好来，谢谢你，感谢，好，来倒贴，好，来，谢谢，哦。江基先都买10包，谢谢哦，来，感谢哦，来。